嗨，大家晚安。我昨天呢去三创，然后逛他们那边的一间拼图店，然后我在那边呢找到了这个伊布的拼图。那我觉得这伊布的拼图呢非常的特别，它的正面是长得像这样，就是一个很一般的伊布拼图。可是呢，它的背面呢是这样子，大家看得出来吗？它是有很多个不同的神奇宝贝，应该说宝可梦拼凑而成的一只伊布。它是一个双面的拼图，那我觉得非常的特别，我就买回来想说要来拼看看。那这拼图呢，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只有500片而已，可是呢它是比较大片的，就是你拼起来的时候呢，它就是像1000片一样那么大，就是它是1000片的尺寸的。那一般500片的话，以我以前拼图的记录，500片的话我通常是蛮快就可以拼完，可是像这种比较大片的话，我是第一次买，所以我也不太确定我要花多久的时间才能把它拼完。那我这边呢，现在的时间差不多是8点整，我们再来看我拼完的时候呢会花多少时间。
现在已经半夜两点了，然后我只拼成这样子，剩下最后的部分都是一些，就是一部毛色的部分。
然后就是因为颜色太重复了，就很难拼，所以明天再继续。Thank you.